该县知名县圣地军庙圣贤宫八号下晡展开天香夜巡，1.5公尺高软性关公神像坐伫个马顶悬绕境大拿顶，非常的罕见。绕境全程11公里，超过千位的信众，至今徒步7点钟。圣贤宫创办人齐祥辉表示，关圣地军祝福民众财源滚滚，合家平安。大拿顶圣贤宫顶个月底前往历史悠久泉州红罗顶关圣地军庙，经过坐车、坐船、坐飞机，恭迎两新帝军来到大拿顶。即阵祭祖关公气宇轩昂，种种有神不怒立威，不愧是一代名将。红罗顶关圣帝君庙为发扬天香文化，每年拢会举办绕境。因为疫情停办3年，今年恢复盛况空前。圣贤宫饮水思源，八号特别展开天香夜巡。大拿圣贤宫举行祭天台仪式，在宫主蔡丽辉、建庙主任委员李武锦、圣贤宫创办人徐双惠带领下，率同各地首长、民意代表、社会贤达，以献花、素果、诚礼、美酒，向关圣帝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啊，今天我们很感谢所有的贵宾来到圣贤宫参加圣贤宫关圣帝君由那个泉州洪赖迎请关圣帝君回来，他们是千年的文化闽南文化在绕境夜巡希望我们境内能够比较发生事故的地方能够落座让平安让乡民能够安居乐业，阖家平安。对，伊要骑马这次那个洪赖关圣帝君我们有请那个白马让他骑让他走在前面照顾所有随行的义工，保护大家平安。今年起马跑，从古至今，关圣帝君起驾了。12台传统卡精灵的个花灯车，20台吉普车，还有10多队各式的灯头，超过1000人的义工慎重启动，沿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6点，同时点燃108支火把，场面壮观。创办人徐双惠表示，这是帝君要借由火把来照亮所有百姓人家。祝福家家户户合家平安，比如在外游子，无论求学、工作、打拼事业，拢能心想事成、健康平安、发大财、行大运。细心是蔡明堂，大拿顶差不多。